送礼物啊，送礼物啊，肯定送礼物啊，肯定是。你过完了就没了呀，你吃饭看电影还能干什么？就没有劲啊，就平时也可以去看啊，但是五二零的话没干过呢，我觉得很新鲜。五二零最想收到什么礼物呢？比较想要跑车怎么办？如果他可以把一辆车钥匙扔在我的面前，我可以选择不陪伴，一辈子都不陪伴。我觉得吧，最好是能见到我，然后把礼物送给我，因为我们俩异地嘛，不知道能不能见到。如果能见到，肯定会要见面；如果不能见面的话，就送礼物吧。五二零，你有准备什么礼物？保密吧，现在不能说。其实真相是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没想好。我给他过好多东西，给我的很多呀，我感觉。好好说吧。和我在一起最大的礼物。我觉得还是有人陪会更好一点。礼物倒不是说太重要，即使你一束玫瑰，我也觉得能为你花心思就很重要了。知道他是爱你的就够了。我这天其实很想收到礼物，因为本来就比较巧，这天刚好也是我的生日嘛。今年五二零应该和女朋友一起过吧，19号晚上嘛，先和女朋友去喝两杯，喝完酒之后那就属于下一趴了，好吧。礼物是一种心意，但是陪伴的话可能更能表现心意吧。经常我看有个情侣就会因为送礼物吵架，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情况嘛，是因为那个女孩子真给过他很多暗示了，但是那没有 get 到，她的男朋友只送了一盒巧克力。我希望有人陪，礼物每个人都能送，但是想一起陪的人只有一个。那你现在有喜欢的女生吗？现在喜欢的，没认识多久。那你会送她礼物吗？我为什么要送她东西啊？她正好25号生日，20号我就不送她东西。其实收到礼物和陪伴都挺幸福的。上屈臣氏小程序，女孩们喜欢的大牌美妆各有好礼，快至30分钟享骗送吧！不怕你来不及准备，也不怕异地隔空投送，用了也能宠爱闺蜜和自己哦。希望大家都能谈一段就被大家祝福的恋爱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五二零，我想说，希望你能一直开开心心的。想对自己说，尽快脱单。五二零，我最想说，我喜欢你。